周明、小丽、双言、小蜜、双言。会议结束后，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我挺慢的，我挺慢的。好的。王经理。王经理。来，2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哦，王经理，2点左右。好，好，来继续。他已经打到北京了。是的，他正坐地铁来我们公司呢。等他到了就告诉我。好，来，经理，经理，地铁，地铁，地铁，会议，会议。那大家读的也非常不错。现在老师有问题要问。周明，周明。他对小丽说的是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周明对小丽说什么了？周明对小丽说什么了？来，山蜜，你告诉老师好不好？周明说什么了呢？他叫小丽不要把什么东西忘记了。别忘记把空调关了。对，那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把窗户、灯、门、空调不要忘记把它们关了。好。那小丽告诉周明什么事儿？双言，小丽告诉周明什么事儿了？周明。嗯，经理到北京。哦，那你看一下小丽，小丽她告诉周明一件事儿，是什么事儿呢？她说，小丽说，有一个人，谁呢？有一个人，什么时候？哦，什么时候？2点左右来了个电话。对，小丽告诉周明这件事儿，她告诉周明，王经理2点左右来了个电话，来了一个电话。好，那现在，王经理在哪儿？议会。在地铁。哦，在地铁，他正在地铁，他正在坐地铁干嘛？他要到什么地方去？他们的公司。哦，他们的公司就是周明的公司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没，现在。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看这里。来，请双满。白色，白色的汉字和红色的一起。
懒霜满告诉我们，这词典字典，对，字词典，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有一个词语叫做词，叫做字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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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有词典呢，也有字典，字典，词我们可以查，查词，字我们可以找字。第二个，例会，运动会议，运动会，对，运动会，运动会，会议，啊，公司的会议，运动，他们两个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说运动会。还有这些年会、舞会、音乐会，声援。开会，什么人会开会呢？哪些人会开会？会经常开会，开会议。你们看，是不是有这些人？这些人呢，经常开会。那他们是谁呢？蓝霜满。经理、秘书、老师。非常好，经理、秘书、老师，这些人会经常开会。字典，我们什么时候用呢？字典什么时候用？什么时候用呢？来，善蜜。这里。善蜜，我们什么时候用字典？那下面有。写字不知道字。怎么读的时候，非常好，就是对，不，我们不会写字，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的时候，我们就去看字典，翻字典。老师这里还没有字典，来，你们看，这些汉字，长得是不是很像，非常像，但是呢？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，来，这里，充满，周末，对，这个呢？我们要关什么？出门的时候要关，十点。关空调。空调。对，空调，空调的调，周，周末的周。好，山蜜。关。关，嗯，可以说关什么？关灯。关灯，那第二个呢？天。天。啊，很好，阴天、晴天，来这里，双元，还，还，还什么？我们可以还什么？还，我借了你的书，我要不要还给你？要还，我一定要还。来，这个呢？这儿，例会，快，嗯，快，这个呢？快，啊，也是快，很好。这个快，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头，快，
啊，你可以告诉老师这个是哪一个筷？筷子。啊，筷子的筷，很好，筷子的筷。那下面这个呢？快乐。快乐哦，对，你看这旁边有一个心，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很快，速度很快，也是它。那这个双满，结束吧。借书本，第二个，打错。打错了什么？打错，我们可以说打错字了。打错错，打错字了，我错了，现在还有两篇课文，两篇，双满，山蜜，还差一双筷子，你进来一下。今天怎么做了？怎么做过菜？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真的啊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酒儿，品酒吧。医生说，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别让他看见酒。酒什么？装酒的东西。瓶子。啊，对，酒瓶子，酒瓶子很好。喝点儿啤酒吧，喝点儿啤酒吧，喝点儿，喝点儿，喝点儿。来，山蜜，喝点儿啤酒，喝点儿。那喝的多不多？多，啊，不多。对，是一点儿，喝一点儿，一点儿不多。差一双筷子，瓶子。来，现在双元，例会。喂。还，这个时候就是还。哎，还差一双筷子，哎，小医还生差一会个，不？对，还差一双筷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少了一双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少了一双，要怎么去拿一下？你进来一下。对，来，这里。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？今天是你爸爸的生日。真的啊，我把爸爸的生日忘了。那我们今天喝点儿啤酒吧。医生说，你爸爸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好，别让他看见酒。看见酒什么？装酒的那个。酒什么？酒瓶子，一瓶酒，瓶子。两瓶酒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酒瓶子，装水的，装茶的瓶子，我们可以说，这儿有一个茶瓶子，装水的也可以说，这儿有一个装水的瓶子，那装酒的可以说是酒瓶子，酒瓶子。那有一个问题，老师想要问你们，你们告诉我，告诉我一起。妈妈让儿子
做什么？妈妈让儿子做什么呢？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请山蜜来告诉老师。他妈妈让儿子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少了一双筷子，他让儿子做什么呢？去哪一下？对，你可以说完吗？妈妈让儿子去拿筷子一下。哦，拿一下，一下放在前面，你可以说还差一双，你去拿一下。拿一下筷子，拿一下筷子，你去拿。去拿什么东西放在后面？拿的是筷子。拿一下，拿一下筷子。还差一双筷子，因为还差一双筷子，所以妈妈让儿子去拿一下。嗯，